那还不有证咩？怎样？好正啊！你是单身狗吗？去跟他搭讪。我不要啊！我不敢啊！我教你，你有带纸跟笔吗？写信条给他。有有有。我讲，你写。好。小姐，你好，你好漂亮啊！我可以跟你认识吗？如果可以，请回传信条给我。如果不行，你就直接走掉吧，避免我们尴尬。笑了吗？笑了。好，拿去给他。小姐，这个给你。你先走吧，我在等公车。没关系啊。